我们是一层两户的电梯华夏。那我们这一间其中一户的话是，隔成三间的分租套房。对，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间呢是两房。一进门的部分是厨房跟客厅。那我们的油漆工还会再来做施工，把颜色都补平。然后冷气是日立的，是新的。家具、电视都有配好。厕所的部分是干湿分离。先带你们看一下房间，这是其中一间房间，两间房间都有对外窗，都有窗户。是另外一间房间，这边有一个蛮大的窗户。今天天气比较阴，但是不然采光其实是非常好的。那它还有一个大阳台，如果你要晾衣服的话，都很方便。这边有一个小隔间，做洗衣机，也是新的。